好了，开始。Hello，大家大声一点。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要拍的是这个泡面系列，泡面系列的。这老婆去哪边买的？全家为什么想要买这个？看到没有吃过的口味，大家都很麻辣烫口味，这是素素食飘的，香啊。怎么吃素人会想吃这个麻辣烫呢？因为你不是喜欢麻辣的，那我想下次有说。那个牛肉，你说没有买来吃有红哦？烧素，我没有讲说我要买来吃，我只是跟你讲是有素食的那是不红是烧牛肉说泡面。吃素的人要想要吃牛肉的风味，猪肉的我一风味？点都不会想说要吃牛肉的风味。是啊，为什么买这个？我傻眼。你买了哦？你这说我要个，拍片，我拍那个泡面系列的。我现在目前已经吃了14碗泡面了。因为你喜欢麻辣的，里面那麻婆豆吗？我它外面。感觉有点像麻婆豆的感觉，是啊，其实麻婆豆腐就是跟牛肉画上等号呢。牛肉呢？算了，这没有牛奶，这都是素食的啊。全素的好吗？看一调下，成跟那个的风味，来，好了吧？而且它是维力的哦，维力的对，它是哦，维力的，你要不要拆包包装？菜包。哇，你当主角啦？那我泡面吃这么多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拍那个泡面系列的哦。不是你自己哇想塞，到要的吗？全市面上的泡面全部要吃完，那个这有点难度嘞。好了好了，反正大家我就拍了。大家喜欢看，就哎去呀，拍哈。看它里边是内容物是什么了。其实我们常吃泡面就只有那几款而已啦。我最常吃的哪几款？也是维力的啊，移动站的那个啊。没有吧？是你味的品啊，的啊，味品系列的。对了，还有那个我最喜欢吃，应该是那个满汉大餐葱烧牛肉片。啊，那我那个个，观看的次数很多，这个，整包哈。啊，两种不一样的哦，它比较特别，它两种不一样的，拿一个佐料包，它这好个吧，你汤是把油包硬的，挤进去了啦。然后这个面是细的。面是细的哦，对，细它的面的哦，后面就是细的，细面的哦，细面的，细面的，你要不要挤进去啊？好，挤进去。哎呀，像我们这是吃泡面聊天的频道，罪恶的泡面。哦，我们像算算，我们拍了两看三，一下它的量是这样子的，里一面颗的，一颗一颗的一颗一颗包子。翻起来一点吧，我看得到。哦，我看一下，哦，有素的哈，哦，OK，来然来，后第二包，还有一包哦，第二包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应该是调味粉吧，第二包哇，哇，麻辣的麻哦，辣的哈，它是素菜包了，有三包哈，还有个然佐后料嘿，的，还有一个佐料的油包的，我们现在手机都拿我这支 Max 的比较高画质的拍 4K 的，所以会看起来比较清晰啊。能尽量用这只手指，我尽量用。可是有时候去工作，都会拿一只三星那个画质比较差的 A8 去拍。我一样是手机在拍这个视频，有包。哇，你个什么个弄这哈？好啦，去泡啦。我画面这边先停止掉了，OK。好了，终于忍耐了3分钟，来吧，你拿近一点来，新口味，来搅拌一下，它是细面的哦，好吃不好吃要老实讲哦，可是也不要批评哦，OK，我这个频道没在批评的，要是真的好吃不好吃不好吃，我想还可以。听着还可以就知道，OK。我目前还没有给人家批评过不好吃的哈，老婆对吧？我没有，我不会那么没品哈。我们觉得不好吃会讲还可以这样子，OK。应该不错啦，你看这个，哦哟，看起来很浓郁的感觉，来推进去吧。你在吃嘞，小姐。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素食的呢，麻辣烫口味的，我看一下。
金包装，素飘香麻辣烫，风味变，哦。有点像那个，那你吃那什么？把茶味绝用吧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有花椒啦，你试试看啦，应该不会太辣啦。好像有话就要感觉，花椒感觉哈，花椒就是比较麻而已啊，应该不会辣。花椒比较浓。喝一口汤看看。烫到舌头了，哎呦，烫到舌头了！你谁叫你这么赶呢？你有肚子这么饿吗？你叫我看看啦。啊，喝看看，你慢慢喝就好了。烫到你的舌头了，我水又加热2次，绝对100度的。超过了好不好？本来要熟才能泡得开，好不好？吃泡面就是要这样子，没吃过的口味哦。你买这一碗多少钱啊？在全家买多少钱？30几块，哦，差不多30几块哦。怎样？口感怎样？还不错。没白音。有这么呛到，呛到了？是啊。花椒感觉有点呛到。花椒会呛哎。花椒应该。味道。但是它的辣不会让你辣到受不了，一般可以吃辣的人应该觉得刚刚好。为我的辣味，我喜欢的那个敢吃的辣味来讲，这个辣味我还可以接受啦。阿哥都接受哈。一般有些辣到没办法，一口就没办法再吃第二口了。我发觉大家还是喜欢看那个泡面的影片，尤其我。我点阅率最高的，我现在订阅慢慢有在爬升啊，到二十九个。之前那个葱烧牛肉面那个就好几百个人观看了，没有订阅我可是很喜欢看那个影片的，证明很喜欢吃泡面，而且是满汉大餐系列的，尤其葱烧牛肉面，哇、哦，排行第一哦。啊，葱烧我们还有那个还没拍啊，葱烧麻辣味的，它有猪肉的，上次拍过了没人看。你当时有拍哦，拍也拍过了啦，没人看啦。还有麻辣锅口味还没拍啦。麻辣锅可能会比较。其实应该是说大家喜欢吃什么泡面，他就去搜寻，然后去找这个东西去看。像这个就很冷门的啦，应该没人要看。明星口味啊。这个啊。它只有在全家买得到而已啊。他唯一的这个公司出那个东西都还不错吃啊，唯一的。不错吃啊，可是唯一我比较喜欢哪一个？我比较喜欢维力炸酱面而已。更早以前有那什么沙茶牛肉面，我还蛮喜欢吃的。那个我有在到时候就去买了。我看我影片里面有什么没拍过的泡面，你要不要换你吃啊？你帮我拍了哦。来来，红龙宝宝欠局来。OK， 主角换人了，换我了。OK。梦呛到了，呛到了，可以了。你看，今天老婆帮我剪头发，我来试试看面什么口感。OK， 面呢？蛙细面哦，有点像那个，有点像那个什么花雕鸡系列的。对，我叫那个啊，花雕鸡，可是这个水好烫哎。我刚刚加2次，很烫哎，太烫，好像现煮的面感觉一样。对，花椒鸡系列的面体，对啊，花椒的那个，刚刚讲这个啊，那种花椒香味还不错呢，口感不错，不错啊、哦。你看我这四面，来看我四面味，这很好吃。完全不会像素食感觉那种清清的，然后又麻油香味。它这个花，那就表示说那个花椒这个是素食的东西呀、哇，这碗有惊艳到，
有经验到，你看这个汤，再看一下，已经这么久了，你看哦，汤好喝哎，嗯，再点一点。第一次吃这个素食的，我买的还有没被你打枪哦、嗯？没有那种素食的味道，完全没有素食的感觉，嗯、好像荤的一样，好吃，而且太厉害了、哦，我这样趴遍哦，很爽，你看。很厉害，那这公司出的东西也厉害。嗯，这碗可以买，好吃。好像39块、欸。没差吧？重点是。没有，我是跟你讲，好像39块。重点好吃的，你看，哇。欸，它羊越开胃嘞、嗯，越吃越顺口哦，会开胃。哦，卤加卤刷水哦，缺点是没有肉啦，没有调理包，料理包。不过整体算好吃的，这碗蛮推的。没有那个中药味哈，我吃泡面最讨厌中药味。我一上次吃那个什么半斤半肉有中药味、那个我就不喜欢吃。肉丝还不错吧、啊，那汤的味道跟那个我就不太喜欢。这碗好吃，哇，嗯，好吃哎、欸，可是还只有全家有卖而已嘛，应该是吧。嗯，通常便利商店卖的会比较贵一点，可是只有便利商店才有这种口味。嗯，不是便利商店有，它这个是豆腐还是什么？你看，你看，不知道，刚有吃啊、嗯，好像豆腐哦，嗯，好吃。那看说明书了，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。我还吃光了哦。很刷嘴哦。嗯。不会觉得饿的人吃一下就开胃了。哦，这是马上开胃。真的。嗯。好吃啊，嗯，卢家卢刷水，家卢刷水啊，自然推，等啊，等一下破的那个破上 YouTube 了 ，OK 哦，我等一下破影片，赞哦，赞，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